重儿，我们先回紫竹峰。不行，我绝不能弃救命恩人于不顾。重儿，对不起，师父，请师父再宽恕几天。重儿与万劫有约在前，不能不辞而别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和万劫有约？有什么约？难不成要背弃师门，叛投魔界？重儿，不要任性。你先前被万劫劫走，生死未卜，如今好不容易逃离，竟想着回去。可是万劫大叔他救过我，师父您不是说做人要信守承诺吗？我答应过他，等他三日。师父你再给我一天时间，就一天。大叔，你们竟亲密至此。那万劫有逆轮之剑在手，又有谁能要挟于他？我看你分明是受了他的蛊惑，好歹不分。你念着他的苦衷，却没有想过这几日我为了找你上天入地费尽心力。重儿没有一刻不对师父心存感激，可是我毫发无伤也是万界百般维护，他并不是传说中那样十恶不赦的。荒唐，那个人可是魔尊万劫，你才和他相处几日，你了解他多少就要死守和他的约定。尹凡，这就是你千方百计护着的好徒弟，现在连你的话都不听了。怎么着，这接下来他是不是要去找那位所谓的大叔去了？跟我回去。是故意的。来人，将虫子给我押回南华，任何人不得求情。是是。杀了重儿，重儿绝无半分怨言。可即便是杀了重儿，我现在也不能这么回去。既然他不愿意跟你走，那就跟我回去吧。刚刚虫子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，他在苦苦相求，你们却在咄咄相逼。若是仙门容不下他，那就让我带他走吧。我的徒弟只能跟着我走。要是我今天非要带他走呢？那就一起留下。
弟子摆阵。自尽全力追查其下落。是。哟，宫仙子在呢，你不是说你俩没什么关系吗？啊？上次看你出手那么狠毒，我就知道你勾结魔族背叛仙门，如今看来果然没错。没有证据就随意下定论，这果然是你玉虚子的一贯作风。宫仙子，你的这张嘴是真会狡辩呢。你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证据，今天我就要让你这个叛徒和万劫一起受死。公主，他可是长生宫的人，他下手可能有些不妥。和万劫有关的人都得死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我们自己人的残忍。三千弟子的仇你们不想报了吗？即使今天仙子他死了，那也是算在你的头上。跑不了，布阵。万劫之地，这是那个荒无人烟的万劫之地。魔界竟也有如此美景。大叔为了让你喜欢，花了不少心思。当然，我也有出一些主意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好地方，你一定喜欢。在于眼前，更在于人心。可然，
你想要什么你都告诉我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地方，介意这里是魔界之地，我们也可以去其他的地方。如果你介意我的身份，我可以自废魔丹成为一个普通人，只要是你不愿意让我做的事情，我都不会再做了。用灵台印救走了万劫和龚可燃，昆仑掌教还修书一封，让我快马加鞭送回。